今天这个天气，你看现在好像是天晴的，但是我刚醒来的时候，它是有点阴天的。我现在刚刚起来，我从昨天晚上回来之后10点，其实我没有怎么感受到时差，可能因为时差只有6个小时。昨天晚上我同学们就是国内的同学们睡觉的时候，我还觉得好像就是下午啊，现在因为这边是下午，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差别。但是我真的从我们你看坐飞机之前5、6个小时我就去机场了，然后等啊坐飞机10几个小时。然后出关到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但是好像也没有觉得说已经到了要睡觉的时候了。但是从我昨天晚上10点就睡着，睡到了今天早上10点，一下不省人事12个小时，我就感觉其实还是很累的。但是好在就是我好像没有觉得说在这睡不着啊，或者说不习惯啊，我的床，我一开始觉得它有点软，但是也能睡着，可能是我真的太累了。就是这个窗户有点冷，这个风一直嗖嗖嗖嗖嗖进风，然后这个被子薄薄的，暖气也是属于那种到了一定的温度就会自动断的那种，所以今天高低整个厚被子，其实这个被子盖着是刚刚好的，但是我就是喜欢厚被子包裹着的感觉，所以待会儿再去超市看一看吧，我要先去洗漱漱啦。好啦，我差不多收拾好啦，现在要出去了。但是因为我又怕它下雨，所以我戴了个帽子。我感觉我这个帽子形状不对，感觉可能是箱子里压过之后，带出了一种神厨小福贵的感觉。不管了，我再出去吧，待会见。现在我们今天在这边闲逛，这边应该是教学主楼，那边是码头的方向，对。这个教学主楼，哇，特别有历史感。下去，哇，采购，买了一点小小的东西。你在录我？对，然后我们还要去另一个超市，再去买一点菜。这个胃急需一顿中餐来解，安抚一下。从哪上去？全是坡，上坡上坡。看看我们今天都买了些什么？买了这个牛奶、面条、米，待会儿要做顿饭。葡萄、大蒜、香蕉、土豆，待会儿做个饭吃吧。切好了，今天浅浅的做一个炒鸡胸肉，还有油焖土豆吧。我们两个的第一顿饭吃两个菜，一个这个是鸡胸肉，一个土豆。这个火太小了，焖了好久啊。这是楼上的老师给我们送的水果，还有我从国内带来的辣条、牛奶。我特别喜欢我们厨房的这个窗户，有2个大窗户，有的时候出太阳，那个阳光洒下来。吃完饭之后呢，做一下作业，因为还有一点作业没有交。现在是晚上几点了？7点，7点多了吧。然后我们又去了一趟超市，买东西，快8点了，但是天还没有黑透，其实，对吧？还好。OK。回去准备晚饭了。我们到家的时候，另一位大厨已经把菜都做好了，牛腩、西红柿炒鸡蛋、中午的土豆，还有农家一碗香。吃完饭大家一起收拾，非常好。我们还聊天聊到了大概10点左右。总之呢，今天就是吃到了中餐，但是做饭2小时，吃饭2分钟的那种。我已经累了，不想再做饭了。今天就要早点睡啦，明天还要去办银行卡。明天见。Okay, new words today. Sunny, 天晴。Sunny day, 晴天。Cloudy, 阴天。Time difference, 时差，时差。Hour, 小时。For example, you can say 3 hours, 3个小时。And plan,
飞机 airport will be 机场 and sleep 睡觉 for example now I want to sleep 我想睡觉 and tired 累 我很累 I'm very tired and 窗户 window cold 冷 quit 被子 heater 暖气 hat 帽子 and dock 码头 history 历史 and supermarket 超市 for example 我要去超市 I need to go to the supermarket and milk 牛奶 drink milk 喝牛奶 and 面条 noodles 面条 uncooked rice 米 banana 香蕉 grape 葡萄 大蒜 garlic 大蒜 potato 土豆 and chicken breast 鸡胸肉 as we learned before 鸡肉 is chicken Alright, that's all for today. 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 If you like my channel, please subscribe. And if you do have any question or advice for me, please leave a message below. I will appreciate that. Okay, bye bye. 明天见.